牛狗狗在车上三小时，四主吞15000罚单。小白，你怎么在车子里？你的主人嘞？警察贝贝，赶快给你水喝，很渴吧？这个四主只顾着自己去吃饭，竟然把爱犬放在车里三小时。虽然车子有开窗，但是停车场非常闷热。热心民众报案后，动保人员及警方到场，经调查后，对这个没有同理心的四主开罚15000。突发中心基隆报道。